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金，来自意大利媒体网站全游文网的最新消息。 C 罗正在考虑与尤文图斯续约一年，同时葡萄牙人愿意在疫情的困境中接受小幅度的降薪。该媒体表示， C 罗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把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安排提上了日程。 C 罗认为疫情给各大俱乐部带来了经济困难，相比转会离开意甲， C 罗会优先考虑与尤文续约一年，并愿意接受小幅度的降薪。现年35岁的 C 罗仍是意甲层面的最强射手，本赛季 C 罗一共为尤文图斯出战了13场意甲的比赛，其中12次首发，打入了15个进球，领跑射手榜，并有2次助攻，欧冠层面首发出战4场，打入4个进球，并有1次助攻。 C 罗目前在德转的身价为6000万欧元，与尤文的合同在2022年6月底到期。 C 罗目前在尤文的年薪3100万欧元，这在意甲已经是超级年薪，比这五支意甲球队所有球员总和还要多。亚特兰大2040万欧元，博洛尼亚2050万欧元，都灵2530万欧元，卡利亚里士2310万欧元，佛罗伦萨2870万欧元。即使年薪小幅度减少， C 罗仍是意甲第一星， C 罗续约也会让尤文各大赞助商感到满意，加上意甲是目前五大联赛中最适合老将发挥的联赛，因此 C 罗会优先选择与尤文续约一年，这也是双赢的选择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